小蛮，你别说了，他还要不要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没有啊，最近没跟我妈联系。你跟我妈说，不许他管。好，我帮你跟阿姨说啊。哎，要我说呀，你也用不着真生气。哎，我听陈阿姨刚才说，那个女人接近你前夫，她是有目的的，她是想利用他。喂，喂，挂了。丁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给大为说去滨城开文化公司的事呢。啊，那你们先聊啊，我先走。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吧？薛丽君，我问你一句话。啊，你问。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怎么突然间想起问这个了？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？当然是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丁雪，只要你现在同意，我马上就跟你结婚，并且我保证对你好一辈子。丁雪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？你确定你不是一时半会的新鲜感？丁雪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。自从那个时候三番五次去你们团里找你的时候，就已经想清楚了。我铁了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丁雪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跟你结婚，对你好一辈子，一辈子都嫌少。丁雪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意思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确定一下。哎，就这么几身衣服，回头我给你买点。不用，我为什么让你给我买衣服啊？什么叫不用啊？你知不知道，那将来你的演出机会会非常的多，就这么点衣服哪能够啊？那必须得再添置点这个名牌大牌。薛丽君，我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但我还没想清楚呢，我不会随便接受你的东西。嗨，丁雪，你老是你呀我呀分得那么清楚干嘛呀？我现在没想清楚呢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别逼我。没问题，反正那么多年我都等过来了。哎，你别给我加空头包袱啊，我可从来没让你等过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表明一下我的决心。你这么着急慌忙找我，什么事情？嗨，我这一激动把正事都忘了。我刚刚啊跟滨城那个王总通过电话，跟他详细的说了一下咱们开文化公司的事儿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个王总他特别的感兴趣，让咱们这边一完事马上回去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丁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王总在滨城啊相当的有实力。哎呀，咱们的这个事业如果他加入了，后边一切都好说了。
可是我从来没开过公司，什么都不懂啊。哎，你不需要懂，我懂就行了。云雪，你从现在开始啊，就踏踏实实的唱歌，其他的事情有我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正式的迈入梦想的星光大道了。嘿嘿，薛丽君，你说我们真的能梦想成真吗？必须的呀！我告诉你，丁雪，梦想就在眼前，咱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并肩作战，然后一起实现梦想。太好了，薛丽君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